全场一齐一齐讲一句，董建华，我哋唔妥你。七日有50万人上街，各位朋友，游行完之后嗰一日，我同我太太喺尖沙咀呢度饮咖啡，我同我太太讲，大镬，50万人上街，真系大领落，共产党一定反台，因为喺2003年嘅七日上昼，温家宝总理喺香港。仲喺呢个沙士嘅重灾区淘大花园，抱住啲细路仔，电视拍晒一个咁有亲和力嘅总理，七一嚟香港，跟住又放水俾你，结果嘅行转配，你50万人上街，佢喺礼宾府食饭，食完饭中午入去深圳，问阿董建华呢个老懵懂，家湖的勇士，你看，大概。有多少人？董建华话俾你听，报告总理，他们说最多30000人。结果温家宝喺深圳睇到，系50万人上街。我哋推倒咗23号。我哋庆丰月流同时仓皇败走美国，我哋令到2005年董建华急冲落台，我同我太太讲，大领落，共产党一定反台。果然2004年嘅4月26号，人大释法，将0708商讨选推翻。跟住喺2004年嘅立法会选举，2004年嘅立法会选举，遇神杀神，遇佛杀佛。5月头，大班奉命，5月13号，玉米人间蒸发，全部都系共产党对玉米嘅迫害。各位，当时最辛苦的是我太太，我有5个月的时间不在香港，我有些仔在美国，他在香港，一家人真是妻离子散。但是我哋冇瞓低，2004年10月翻嚟，我要开饭米。但系2005年嘅7月2号，七一大游行之后一日，苗僧将我扫地出门。佢以为黄毓民从此就会大起电波消失，黄毓民。从此就冇办法再闹共产党，批评特区政府，佢以为玉米买完，真系唔好意思，真系唔好意思，一个人未断气都未知边个输赢，我又赚翻你啊！2006年。我哋成立呢个社会民主连线，大家有眼睇，2年不到，社会民主连线已经成为香港第四个政党，可以5区参加直选。我哋分分钟5区当选，要你睁眼拳条老命。各位朋友，我哋真系一路走来，始终如一。我唯一觉得好憾嘅，就系对唔住我屋企人，特别系我太太。
但是他一样无怨无悔支持我，多谢我的阿爷走。向毛泽东讲，输人不输阵，我哋而家唔系要讲历史，不过话俾大家听，社会民主连线一定会成为香港民主派最有力量的一个政党。